是、嗯、啊，妖怪们的记忆啊，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舒展筋骨、啊、飞翔在天空了呢。随我来吧。怎么了小家伙，看你有点紧张呢。毕竟我之前从没见过这样的阵势嘛。哇，他们真的把月亮遮住了。但从阵势来看确实很唬人，可我知道他们只是一群吵吵闹闹的家伙，也都是勇敢的好家伙，即使在残酷的战斗中身陨，灵魂也从不曾忧伤或迷茫。可惜时光短暂。结束的时候，既然心存不舍，不如你们也跟我一起念如何？身告白尘，镇魂之友，云我作柱，云我作柱，引灯归途。今晚念诵狐狸小姐秘传术法，就可以实现愿望。身告白尘，镇魂之友，云我作柱，引灯归途，巍巍神威，称皇称后。游乐斋，你之前问我过得好不好，我真的每天都过得很快乐，只是现在看着你们离开，我还是感觉有一点寂寞。嗯，就只有一点点而已哦。